主料番薯辅料大米糯米1:1糖精制作时间10分钟内用餐人数1到2人将大米和糯米1:1的分量浸泡3个小时后磨成浆然后挤干水分待用嫌麻烦的可以用糯米粉代替把番薯洗净蒸熟后去皮压成泥状然后加入做法及和糖精揉匀分别捏成大小一致的小糯米团热油锅五成热时将糯米团压成饼状入油锅炸成表面金黄色即可如果喜欢本视频请订阅本频道。